今天是第二天，我来看看生长情形。我来先一脚看一下，哇，已经开始发芽了呢，有的还长这么长。哦，一公分有。有，我先慢慢先，哦，很不错哦，慢慢在发芽了。那早上有喷水吗？早上应该是中午过来的时候把它喷一下。哦，这样早晚喷一次。豌豆长得还不错，再来。再来看这边，这边是小麦草。小麦草。哎，也都是有，哎，不错哎，发芽情况不错哦。嗯。对。对，也都小麦草也有。对，也有发芽。也有发芽，对。嗯。就让它保持湿润，这样。对。还有这个是葵花籽的，葵花籽我看一下，它比较大颗，也是有发芽哦。这个也是有发芽。嗯。也还。嗯，发芽的比较少。对，这。也都有，对，有的还没有，有的花很长，有的还没一点芽都没有。对，因为这才第二天啊，所以有的长得比较快，有的长得比较慢，所以发芽情形就是有的快，有的慢，这是第二天的情形。然后就是说，我们每天就是早晚跟它喷水，各喷一次，保持湿润。嗯，那要不要再浇一下？好，那我们。再来浇一下水，就让种子保持湿润。这是第二天的生长情形。